TV， 大家好，我是 Ray，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位于北车附近的一家咖啡厅。我觉得神奇的是它的厕所，超级会利用空间的啦。那每周一呢是咖啡日，黑咖啡第二杯只要10元哦。逛街累了或者手机突然没电的话呢，也都可以在这边充电一下。桌上有提供一般插座以及 USB 的快充，像瑞恩刚好没电就进来坐一下，顺便呢简单编辑一下影片。这是瑞第一次进了这么会利用厕所的空间，它的洗手台呢位于马桶的后方，冲水呢也是用感应式的，是空间。重点是他们的咖啡蛮好喝的哦，所以才推荐给大家。今天的影片分享到这边，那大家如果对影片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也别忘记帮我按赞、分享以及订阅哦，谢谢大家。